咁我喺呢度咧，打理曬所有嘅花草樹木。我自己以前係讀森林學嘅，咁所以就對樹咧更加深認識。咁啊，所以咧我就做埋咧科大嘅樹木醫生。每一棵成長咗嘅樹咧，我哋都會好留意去佢嘅健康狀況嘅。喺1996年嘅時候咧，啲同事知道我學過一段時間瑜伽，要求我咧就係同佢哋分享。咁我諗下係一件好事嚟嘅。瑜伽嘅分享過程裏邊咧，同事係感情好咗，咁亦都帶到俾佢哋嘅健康啊，同埋減壓呢啲瑜伽嘅好處。咁啊，一路都舉行呢個瑜伽班咧，直至而家大概有40多人一班噶啦，都一路繼續係同佢哋分享緊。一句話：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。希望科大咧，好似一棵樹咁樣咧，好茂盛向上成長。